秦这么坚持要吃避孕药，是不是我的经济能力真的不够好，才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？哎 ，bro， just now 多拉东西后，我这样子做都一点 trust 都没有啊。妈妈晕眩的问题，所以我想要把她接上来台北，比较好照顾。原来他还要照顾妈妈。我就是要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要开始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变成大的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 ，TVBS 欢乐台正好爱上你。